倪蔚璇说起最近丁丁去医院检查的事情，倪蔚璇突然想起之前说好要给丁丁做检查的，这几天忙着求婚给忘了，所以丁丁很可能是以为自己患癌了才拒绝求婚。高人陪倪蔚璇一起去医院检查，倪蔚璇很紧张，高人便想尽办法给她减压。倪蔚璇狠狠地咬了高人一口，高人强忍疼痛说只要能让倪蔚璇不紧张，另外一只胳膊也给她咬。倪蔚璇有些感动，倪蔚璇带丁丁回医院复查，复查结果出来后，倪蔚璇说丁丁是银杏病晚期，没得治了。丁丁刚开始吓了一跳，还以为是乳腺癌已经转移到心脏了，吓得一屁股坐在凳子上起不来，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开心地抱着倪蔚璇。倪蔚璇和丁丁说倪蔚璇得了乳腺癌的事情，正好被倪蔚璇听到了。我是得了和咱妈一样的病吗？放心吧，哥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。倪蔚璇希望哥哥不要告诉高人，免得高人被吓到。酒吧里，倪蔚璇一个人在喝酒，向医生上前打招呼。倪蔚璇把病情告诉了向医生，向医生表明，无论倪蔚璇是否患癌，他都一样喜欢倪蔚璇。倪蔚璇坦诚地告诉向医生自己不喜欢他，而且已经确定高人喜欢他，这就够了。高人以为是倪蔚璇和向医生聊了什么，让倪蔚璇变得奇怪，还气势汹汹地去找向医生。向医生坦白说自己之前跟倪蔚璇表白，但被拒绝了。高人幸灾乐祸，向医生觉得高人有必要知道倪蔚璇的病情，便将事实告诉了高人。高人顿时呆在原地，不敢相信。中午，倪爸爸和英飞来家里，倪蔚璇便躲进了房间。爸爸特意熬了鸡汤给倪蔚璇。倪蔚璇没和爸爸说一句话，但已经不拒绝了。爸爸亲手为倪蔚璇喝鸡汤。倪蔚璇想起小时候，爸爸就经常做鸡汤给他，多少年都没吃过了。倪蔚璇感动地抱住了爸爸。高人趴在倪蔚璇房间门口表露自己的真情，他很后悔自己这么晚才明白自己的感情，无论以后倪蔚璇做什么决定，他都会追随到底。倪蔚璇听到高人的真情表白，终于打开了房门，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